不用钱我讲心嘅，我讲黑然后。上面下来了，上面下来。要下手干嘛？是现在是三个人。我知道自己在拍什么。And action. 小心。OK。老师说过，太阳公容易出来遮下。然后过后，记得妈咪看过去的时候，你跟着，就看过去。我你那个表情。这部短片呢，是能够里面虽然是。短短几分钟，可是它所带出来的那些含义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。我觉得无论什么样背景、什么样家庭背景、教育背景的父母呢，都会尽他自己最大的权利去爱他们的子女。所以如果家中父母健在，请好好珍惜他们。谢谢啊 Johnson 啊，还有啊麦老师，给我这个机会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些善事，这样子。我希望 based on 这个短片，可以大家一个很好的信息来去认识我们慈惠堂。这一次的拍摄，我给我感受到是年轻人要有好的教育。每人看完这短片过后，我希望有达到一个目的，大家可以做一个反向思考，想一想自己是否有没有做到那件事情。不是我们有多少钱，或者我们有多大的能力。只要我们小小付出，也就是对这社会有贡献。我对这次的短片，我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短片散播到全世界，让人家认识到马来西亚慈惠堂啊，有一个这么好的团体，所以继续发扬光大。弟，你不要不开心，我送你一个太阳公公。当你被欺负的时候呢，只要你看到这个太阳公公，就要笑。因为太阳公公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要笑的。